大半夜的，男子打开透天厝大门，左看右看，天气热，他还拉拉衣服扇扇风，接着关起门来走进屋内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屋主，但事实上真正屋主其实是他。他就一个人按阮家内底行出，嘿，我行出是一只头风吹着啦。越想越毛，还以为是鬼影现身。原来屋主一早出门发现大门开着，调监视器才看见怎么从家里走出一名陌生男子。原来小偷从屋后冷气通道爬到顶楼闯入，偷走客厅女主人8000块私房钱。小偷犯案后这几天来全都窝藏在网咖。四个不同地检地院通缉外下住宅窃盗案，陆姓嫌犯是一名窃盗通缉犯，分别被四个地检及地院通缉中，半夜闯入民宅偷走8000元现金，最后却因为窝藏网咖，警察署其儿少专案，身份因此曝了光。记者陈胜伟、林世新、吴鹏新彰化报道。